看到，倒出来，哎呦，还是可以，有两根大的，看到没有？还是可以哈。好了，我就开干喽。首先就把这根大的弄了哈。 红烧，最后一根儿啊！最后一根儿了呀，最后一根儿把它拔了，好的，对的对的，清一下，清一下。 把它剪成一节一节，好抬根钉，剪成一小节一小节的，剪下才入味。来，拿到这上面来，开水，这上面来，来一点嘛，来一点。 我是说实话，想吃得很咯。哎，这个坨坨巴巴的，这个莴笋太小了，说实话没有脑壳，就这样弄了哈。挺嫩的这个。对，嫩得很。小猫咪，你叫蘑菇嘛？想吃啊？ 等一下，我拿给你吃嘛，哈，猫叫了。来嘛，兄弟们，现在说实话，现在上油，快了啊！现在上油都只有等喽。今天还运气好，弄到一点。 切好了。用横的梦送的灯牌。盐巴料酒哈。感谢风雨人生送的灯牌。谢谢人参哥，欢迎人参哥，对，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。明天我老表带鱼叫我过去。算了，少放点油了吧。 来了哈！太多了哈，这看起来都冒泡儿了。感谢野钓户外叔叔送的小心心。谢谢野钓哥。这啥吃的上瘾？ 兄弟们看不到，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蒜，然后我们把那个油多的油盘起来。可以了，你稍微的火，来姜蒜、花椒，然后再这个豆瓣酱，豆瓣酱这个就多多益善哈，来起。 不好弄，看着。对，放一下来，我们再放这个泡椒哈，酸菜下去，酸菜芹菜。
你有几个月没吃过了？好久都没吃了，兄弟们。好久吃了，那你还吃了个回锅肉？来掺水了哈。不是，不是的。内江。没有黄瓜，有黄瓜就更巴适了哈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有这么多水，水开了，来，我来把那个鳝鱼倒下去，下鳝段，好喽，上段下去喽，咱们就等它烧入味哦。来来来来来，料酒来点，老抽来点，哎，这个好光鲜淡了。然后咱们来了点鸡精，鸡精下去，鸡精提鲜。不要烧那么大的火，等一下两下水就烧干喽。这个汁儿要慢慢的收，不能收得太快喽。好，我们马上起锅了，放点那个醋，提一下鲜。最后咱们放那个醋哈，醋是提鲜的。捶一下。来，有起锅装盘，大火收汁儿。哎呦！哎呦，好疼！红烧鳝段，然后咱们再煎一点这个芹菜，点缀一下。啊，可以了哈，就这样喽，兄弟们哈。